原标题：宁孝宗，史上唯一只有一个老婆的皇帝，没有最幸福，只有更幸福。张皇后看看外面太阳的影子，起身焚香吊情泡茶，做完这一切，她向门外走去。刚到门口，就听小太监扯着公鸭嗓叫道：“皇上驾到！”明孝宗朱佑樘远远的就看到张皇后，她的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。每天下朝后都能在第一时间看到她，这种感觉真好。明孝宗快步上前拉住张皇后的手，爱怜的说：“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以后不要在外面等我，这里风大，小心受凉。”说着拉了拉几张皇后肩上的披风，走，我们回家去。回家，没错，是回家，而不是回宫。历史上有几个皇帝把皇后的宫殿叫做家，而且是名副其实的一夫一妻制的家。张皇后的眼睛湿润了，她知道朱佑樘小时候的经历，六岁之前和亲娘一起生活在见不得光的阴暗里，六岁之后虽然认了父皇，封了太子母亲，就却被迫自杀。他对后宫的争斗清楚就厌恶，他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，像平常百姓一样温暖而幸福的家，我一定能给他。张皇后信心满满，他们走进属于自己的家，端起茶闻一下熟悉的味道，朱佑樘会心一笑，他知道这是张皇后亲手沏的茶，还有那淡淡的如丝如缕的檀香也是张皇后亲自点的，以后这些事就交给别人去做吧。他有些心疼，张皇后只报以微微一笑，这句话他已经说过多次，可他始终没有执行。为自己的丈夫端茶倒水是做妻子的责任和义务，别人做他还真不放心。此时他坐下来，手抚在琴弦上随意地拨弄了两下，高山流水还是春江花月夜。他问道，每天的弹琴是他下朝后的必修课，为此曾有大臣上书劝谏，说他沉迷于音乐会荒废了朝政，他置之不理。沉迷音乐和荒废朝政之间有必然联系吗？瞎扯，况且他喜欢的不单单是弹琴和听琴本身，还有弹琴的人和琴声里透出来的优美意境和高雅情操。高山流水吧，他答道，他喜欢水，喜欢流水的声音，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如流水般进入耳朵。他啜一口茶，闭上眼，享受着工作后的清闲。都说后宫是另一个权力场，女人之间的争斗甚至比朝廷里的男人们更厉害，这一点他深有体会。父亲朱见深时期的后宫惨烈的争斗让他的亲生母亲成为牺牲品，那时候他就想以后宫里能不能不要那么多嫔妃。再后来他接受了整整九年的正规教育，他的老师和历史无一不告诉他，要想成为一名好皇帝就不能因美色而荒废江山。自古红颜多祸水，他记住了这句话。音乐停止了，朱佑樘还在出神。张皇后轻轻地走过来，轻轻地给他披上一件薄披风。他猛地醒过来了，抱歉地笑了笑。皇上，今天是不是累了？朱佑樘点点头。他又抿了一口茶，拉过张皇后来，我跟你说说，你帮分析分析。张皇后不仅是他的贤内助，也是他的高参，他的见解很独到，也很有见地。天渐渐的暗下来了，点上灯，吃完饭，朱佑樘和张皇后的讨论终于结束了。两人在院子里散散步，消消食，边走边聊。此情此景，羡慕的一个新来的小太监直咂舌，寻常百姓也不过如此，咱们皇上和皇后真恩爱。那是，另一个小太监已经见怪不怪了。偌大的皇宫里，皇帝只有皇后一个老婆，
历朝历代只有朱佑樘一个人做到了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